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波克兰液压的周新军 Tina。波克兰液压第一代低速大扭矩马达自1958年问世以来，经过60年的不断创新以及应用，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大客户的认可。我们的产品主要有应用在工程机械、农用机械、海工、物料搬运以及环保等方面。波克兰液压每年生产30多万台马达，其中6000多台应用在 HDD 水平定向钻上。我们的马达主要有两大功能，第一，回转功能，第二，推拉功能。对于水平定向钻机而言，最重要的就是它的动力头旋转系统和推拉系统。旋转系统讲究高稳定性、高效率，以及需要具备相应的抗冲击能力。推拉系统需要具备高稳定性及快速反应，同时它的变速比需要大一些。因此我们在设计这款120设备的时候，采用了两台波克兰 MHP20 低速大扭矩马达，相比减速机方案的话，提高了至少15%的效率。另外，低速大扭矩马达内部结构简单，抗冲击性能会更好。同时我们设计了高中低三档数字武功匕首，根据不同的工程情况自由选择，大大提供了施工效率。我是南京众腾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的师钻手邢勇，我们公司从事非开挖行业已经有10几个年头，这些年经历过很多工程，如电力、自来水、燃气、污水等工程，期间也经历过很多不同的地层，如土层、流沙、鹅卵石、岩石。现在的城市道路、河流都离不开水平定向钻机，很多厂家的设备我们都接触过，根据不同的地层对设备要求不一样，特别像岩石层采用波克兰低速大扭矩的设备，让我们的施工更稳定更有效率。波克兰马达的机器采用马达直驱的动力头，不需要减速机，所以我们使用过程中不需要单独对减速机做维护保养，使用更方便，维护成本更低。